真没想到，我一个家破人亡的落难女子，竟有这样的好命。可我还是不明白，令尊大人既然喜欢我，为何却不肯让你娶我？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觉得我们俩很有缘分。见到老爷，更让我振奋不已。我本以为跟朱皇帝打天下的都是像李斌那样的人，没想到老爷竟是那样温文尔雅、睿智果断。我敢说，他将来一定是人上之人。你倒是挺有眼光的。大鹏，我俩真心相爱，你跟老爷说了吗？哎，不管用了。我爹这个人做事一向狠绝，堂兄妹是不能结婚的。他是想拿你去跟皇家攀亲戚。那可怎么办呢？玉娇，你真的喜欢我吗？你说呢？可你并不了解我。那又怎么样？有的人相处一辈子却形同陌路，可有的人刚一见面就可以托付终身。玉娇，等等。玉娇，哎呀，这大白天发什么文呢？怎么办？把门打开。你先把衣服穿上。开开门，开开门啊！玉娇，你等一下。快开门！玉娇，把衣服穿上。没看见父亲来了吗？大鹏，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！父亲，你就随便骂吧，反正什么你都看见了。好吧，你敢跟爹对着干了，干脆把玉娇姑娘送还给李大人吧。求你不要把我送还给李斌，如果那样，我宁愿去死。爹，我也舍不得你。要不然的话，我何苦救你啊？凭你的天姿国色、才艺双绝，怎么能被李斌那种人去糟蹋呢？玉娇，你应该做皇妃呀！啊！大人，皇上三宫六院，妃子成群，能看上我吗？
再说了，我还是个黄花闺女。玉娇，你我还想许配个好人家呢。你也学会骗我了。小女该死，小女该死。大人，小女不是故意的。起来吧。啊，小女不敢。叫你起来你就起来吧。啊？玉娇。我可是一眼就能把你看透，老实说，为何要故意把茶壶打碎？大人，小女不是故意的，是你吓着我了。这就怪了，是我的面目可憎，对你很凶。不，大人天圆地方，相貌堂堂，是你和公子救了我，对我恩同父母兄长。那你怕什么？小女不敢说。哎呀，说吧，这里又没有外人。大人，我一进门就看见这坐着的不是你。那是什么？是一条龙。一条金闪闪的龙。好啊，你这个小丫头，你不是个等闲之辈，挺能糊弄人。大人，小女说的全是真话。不管是真还是假，以后不要再说了。玉娇啊，以后啊，你就不要叫我大人了，要叫四爷啊。四爷。四爷，我是你的亲叔叔，你父亲排行老大，我排四，你是我14年前失散的亲侄女儿。你的名字就不用改了，依然叫吴玉娇。啊，小女明白，小女以后全听大人的。你真是个聪明的姑娘啊。哎，大人，我可是你的亲侄女啊。对，我是你的四叔，你是我的亲侄女啊。玉娇，不走了，回去休息吧。玉娇。